不用来 KO 点点 KO 是外国乡。我当初会卖鱼，想出去卖鱼，第一点我来回馈我的故乡，所以我鱼要每个得维修。我相信你们有感感，绝对有感啊、哦！至少地震呢达了四级以上，绝对有感啊！刚、哦、才刷电的点用，起码 YT 话在。355。好、哦，355，按赞数了，千万进来先按赞，赞多少？215。啊，加油了！我们亲爱的来宾来在线上，一定记得先帮我们按赞，来进来直播间。好，那么呢，现在来宣布一件事情，那个呢，我的好兄弟，啊，那个大理林志颖，大理林志颖的长子，哎，记得，他要即将这个，我今天星期三。记得明天星期四，对不对？后天就是星期五，星期五我们的直播场大理林志颖开在振兴路，离奥辉桥头回来静年楼，先到这摆地楼，摆地楼过来的是静年楼，静年楼大理林志颖即将为大家来服务大智市场，摆大智市场，摆地旗啊，摆地旗啊，啊、哦，来地址跟我们线上的来宾说一下，让你搜寻地址。大正街30-1号。大正街。三十。振兴街还是大正？大正街。大正街。30-1号。30-1号。对。好，我们星期五即将来为你们服务啊、哦，阿翔海产，不要记得问 M 台。那么星期五当天。我小辣椒本人会到场，我们的海师傅也会到场，我今天的好兄弟姐妹一定会到场，来请我们只要台中县市外县市不辞辛劳的按来给我们捧场，当然了我们有一些 special 到场的朋友呢，我们会给你好康，来我们来谢谢我们的大理林志颖，谢谢同仁。